欢迎大家嚟到今个星期嘅香港人家书吓，咁啊有何良茂老总啦，同埋 MHK TV 嘅老鑊咧，同大家一齐咧就系做节目嘅。今日好好彩啊，老总。系啊。今朝早仲落紧雨。系。我都惊咧，大家个啰柚咧会湿啊。系。有份啲地方坐。你咪话我系拜登啊嘛？点解咁讲？啰柚湿咁。唔係加拿大啲尿片咧，即係只要唔俾人哋搶貨，寄翻去大陸咧都夠供應嘅，我唔會好擔心嘅。拜登啊，用攞有容易濕，佢都話要再上玩得四年，咁我哋冇理由衰過佢噶嘛，所以點都要供出嚟。係，出嚟行下，出到嚟睇下，哎咁啊，雨細咗，基本上都冇雨嘅，不過有啲雨絲、雨粉唔緊要。不過我哋都要趕時間啦，因為咧點解咧喺今日嘅中午之後咧，佢嗰個落雨嘅情況咧就50/50啊。哦。系啊，又会恶化，又会恶化，不过唔紧要啊。春雨绵绵系咁上下噶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撞正好日子啦吓，即系都叫做有少少春光。咁啊，最重要呢个时间咧，我哋又撞正习近平咧，就真系打电话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嗱，呢个咧就避咗好耐噶啦，人哋亦都咧就喺晒媒体讲，系啊，老泽等你好耐，过嚟探访我啊，打电话俾我啦，我 Eva 你都嚟啦，咁啊。大家要聽完呢一個嘅新聞之後咧，就我有兩點嘅。第一，打電話同佢傾咗一個鐘頭。另外咧，就應承咧，就係會派啲代表團、特使、叫特使嚇，去基輔傾下。咁我就見到拜登有去過 ，Boris Johnson 有去過，係嘛？我哋導遊多都去過，各個元首都去過。最後你喎，仲要唔去喎？仲要揾代表團代表聲音度，跟住岸居文雄都有去喎。係啊，係嘛？個個都去曬咁滯喎。點解仲唔去咧？唔通係基輔嗰啲餃子唔好食，定係基輔嗰啲嘅麵包啊、沙律都唔啱佢胃口？習近平管理一個14億人嘅大國，係事務繁忙，係唔係咁簡單嘅？唔係話走走嘅。即係你老我成日都話，你一坐飛機就想即刻，下個鐘頭我就喺 Calgary， 下個鐘頭我就落紐約，唔係咁樣嘅。佢好似你咁得閒咩？周遊列國咩？得閒去俄羅斯？嗰啲中俄無上限啊嘛，時間就交無上限啦。咁樣嗱，你唔夠我搏嘅嗱。咁咪即係大細超啦。係啊。俄羅斯好大，烏克蘭好細，大細超。明白曬。嗱，人哋1.5億人，你啊只係4400萬人，人哋嘅零頭都未齊。咁啊，唔緊要，卒之佢講咗會打電話俾澤連斯基，又兑現咗，傾咗成個鐘頭，翻嚟都可能佔咗一半噶啦。啊，咁點都好，即係行咗第一步。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唔係咁慢係嘛？很高興代表中國嘅人民。跟你泽连斯基总统对话，四倍慢速啊！唔系1.25万，系4倍慢。四倍慢速。大家记住呢一集咧系特别慢，就是、因为佢咁样嘅速度。嗱，点讲都好啦，我觉得有鬼，有鬼。嗱，喺而家咧，俄罗斯同埋呢一个乌克兰喺即系侵略军同埋反侵略军已经埋牙，又话春季大反攻呢个关键时刻，你突然间整个电话嚟。咁啊，泽连斯基争啲话，你唔嚟基辅，我去北京啊！几乎要讲呢句啦。唔系，冇所谓嘅。泽连斯基咪话我哋喺呢一个嘅战场见啊，莫斯科见啊嘛。战唔紧要，我喺莫斯科见，战胜国嘅身份系我喺莫斯科见啊嘛。哇，你真系好乐观啊！你真系不口若救嘅乐观主义者啦。点都好，我觉得有诈咧，就话系咪想用时间拖延时间，要攞所谓谈和，因为而家佢个主题就话。中方一貫都係勸和促談。依個咧就同佢喺同法國同依個麥克龍咧嘅策略咧係同出一轍嘅。咁即係仍然都係扮有偈傾，係嘛？尊重大家嘅領土。咁嗱，最緊要咧嗱，尊重大家嘅領土為主要主軸咧。嗱，依個説話就可圈可點嘅。我要求你烏克蘭尊重我認為台灣係我領土係我嘅主軸，但係咧你嘅依一個嘅克里米亞半島或者你嗰啲嘅南烏啊或者烏東啊嗱，俄斯攞咗你哋自己就慢慢傾。總之我就唔干涉你哋嘅內政，你哋坐低飲杯茶食個包，冇錯嚇。你哋但係台灣係中國，不過侵犯神聖領土咧就唔該你同我講。我去攞翻我啲領土咧就理所當然嘅。你哋同我堅決要尊重領土啊！我而家咪會攞翻我自己嘅領土。你同共產黨去傾偈咧，你唔好。就係信佢表面嘅嘢，係嘛？你咁樣分析係嘛？我知道，所以我今次咁樣所謂勸和促談咧，就擺出個姿態咧，我覺得佢係想幫俄羅斯咧，就爭取多啲時間。我絕對同意啊！換取佢
即係所謂延遲嘅反攻，或者係中間係等俄羅斯更詳細佈置一下，總之拖長咧，令到烏克蘭咧反攻唔容易成功。嗱，但係咁樣，大家亦都係要理智啲。大家都兵臨城下啦，磨槍磨拳擦掌，係咪？即係啲彈藥啊，準備得匆匆白白啦。你而家你講一句，你習近平何德何能啊？我都扎人密曬，把啲兄弟架撐牛肉刀扁轉，即係單車鏈齊曬，你打磨利曬添喎！你當你老幾啊？打硬個老閘，唔好玩嘢啦！但係老閘就擺一個姿態出嚟，係我係有咗一個和平大使，我做咗我要做嘅嘢，是非常愛好和平的。但是西方的国家一直在怂恿你们去打仗，还有卖武器给你们，谋取暴利。西方就是不是爱好和平的这国家，这个一定会咁样讲。咁跟住咪将个，哎，我讲错，即系弹咗落去喺美国嗰度，你哋系 trouble maker，I am a peace maker， 你明唔明啊？即系呢度咧，其实佢知道五月大反攻系赶唔到嘅，但何况？習近平同普京、陳慧敏同伊雷之間嘅關係，伊雷成日俾陳慧敏嚇，有人打嚇陳慧敏，伊雷都唔知幾開心，係咪？最好就打到阿陳慧敏就一撲一碌，咁佢喺捉跟就攞現成。你會唔會相信習近平唔想依一個嘅俄羅斯俾烏克蘭打到阿媽都唔認得咧？肯定唔會啦。但係就借依一件事件一個 gesture 嚟幫佢自己攞分。嗱，因為我覺得我嘅睇法，我同意你佢有咁嘅扮行出嚟，咁嘅姿態扮拖延扮 peace maker， 但係佢只係不過佢幫中國嘅形象做到好做貼金，做一個 peace making 嘅一個嘅假象出嚟。一個假象啦，第二咧就都方便佢去做大內宣或者大外宣。係啦，係。即係話嗱，我哋幾努力㗎，不過你睇下烏克蘭，阿崩叫狗，我勸咗和，佢仲繼續去打人反攻人，你話幾惡作啊？呢個國家，你真係泽连斯基。你甘心做美国的走狗，是你的不智。我知知，你啲国语有进步少少噶啦，慢佢啊嘛，我听得到，我放慢就得噶啦，你明唔明？不过咧，我睇到今次咁样所谓出嚟做和事佬咧，完全系冇诚意嘅。系第二，中国。特別係共產黨從來冇喺2022年2月24日之後譴責過一句俄羅斯侵略呢個字，冇錯。佢家下仲係用烏克蘭危機，好似烏克蘭自己打自己咁啊！咁俄羅斯係冇份嘅，係原來佢亦都係同普京啊見面，仲要講啊，大家兄弟啊，我哋都係面對百年不遇嘅大變局嘅，百年未有嘅大變局。呢個大變局究竟係俄羅斯？去變呢個世界，亦或係烏克蘭反攻成功就變成俄羅斯今次做契弟。而家習近平出嚟咧，好明顯係幫拖就多過勸和。係，又或者喺當中裏邊帶著佢宣傳成分就真係會居多。係真真正正勸和顯出佢嘅誠意，付出個努力嘅，咁你就去欺負。我覺得呢個係走唔甩嘅，唔係一個電話可以搞得掂嘅。你講，所以個電話係個電話 show 嚟嘅，真係。冇錯，冇錯。咁同埋講真啦，你一個電話好似你話事計，你講嘢慢四倍速，跟住翻譯佢咗半個鐘，咁有幾多嘢可以傾過啊？係嘛？咪即係你而家咪就係將你嗰個所謂烏克蘭危機嘅立中國立場嗰十二點喺度噏咗大半，咁已經佔咗差唔多一個鐘頭嘅四分一以上噶啦。喺讀完之後，咁我覺得即係澤連斯基如果上當。就春季大反攻延遲咧，就不可思議嘅。我諗冇可能嘅事嚟㗎啦，即係甚至乎佢後邊嗰啲嘅 stakeholders， 我哋都唔反對依一場係代理人戰爭，係嘛？即係你烏克蘭就攞咗咁多西方嘅先進武器啊，甚至乎好多個國家都開始去 train 佢哋嘅人去用嗰啲坦克車啊、飛機啊，如此類推啊。咁啊，即係好老實講，係嘛？即係你唔係你淨係一個人説了算啫嘛。今次依一鑊嘅嘢。就是要拖垮你依一個俄羅斯，令到你普京係咪吃不了兜着走？咁快放生你？你諗下背後啲人跌咗咁多錢，捐咗咁多武器，又走唔得走得啦？死咗咁多人，死咗咁多人係嘛？得唔得啦？冇可能嘅事嚟嘅。同埋喺烏克蘭嘅立場嚟講咧，從佢哋嘅民族主義嘅立場嚟講咧，今次如果唔打到俄羅斯一撲一碌攞翻烏克蘭咩咧，就以後會有第二次俄烏戰爭。第三次俄烏戰爭，直至到有一日咧，烏克蘭會喺地圖上被抹走。冇錯，咁同埋亦都係對其他一啲嘅以前嘅前蘇聯嘅加盟嗰啲嘅國家，亦都係咧就係
响出一个个 warning 哎呀，卢沙又已经俾咗警号你啦。冇错啦，即系如果你唔搞清楚呢堆嘢咧，我哋乌克兰冧咗档之后咧，就可能到你埃及维亚、爱沙尼亚嗰啲咩三岛啊，唔系嗰啲咩半岛啊，嗰、那个波罗的海系都系三角，系啦。我哋真系即系你哋真系岌岌可危啊！你讲呢啲细国东欧嗰啲，最到最尾，如果乌克兰沦陷咧，不久将来咧都系法国、德国。嗯，不能避免的。咁啊，仲有啱啱加盟咗 NATO 嗰啲瑞典啊，嗰啲芬蘭嗰啲啦，系啦。咁你嗰啲全部都驚噶嘛，係嘛？咁你真係全部從唇齒相依。其實有時世界就係咁奇怪嘅，大家都唔想嚇，即係見到即係劍拔弩張。蘇聯你一直都話你呢個 NATO 去嚇誒揦嗰啲國家，即係將佢兵臨城啊，去到佢門口。但你一直做到嘢，就逼人哋就真真正正要加入你嘅 NATO 呢一個嘅大陣營。咁而家係嘛？即係你諗下，到最後邊個輸多啲咧？求人得人啊！係啊。其实最好的方法，俄罗斯咧，普京二十年前应该谂，令到俄罗斯都加入北约，咪搞掂咯。你嘅改变个国家 ，If you can't conquer them, join them。好简单，呢啲街头智慧讲咗几十年，点解我哋谂到佢谂唔到呢、不过好难改变啦，独裁者性格咧系偏执狂嚟嘅。咁啊，我哋呢、這个时势咧就系同大家 update 咗呢个习近平卒之打电话。但你呢個電話咧，睇嚟電話費貴啊！啫，畢竟即係姿態多嘅實際，慳啲使，慳啲使，係咯。咁啊，另外咧，我哋翻翻香港啦，就香港而家咧就話 Hello Hong Kong， 而家就要 Happy Hong Kong。呢個 Happy Hong Kong， 我記得香港咧喺二十幾年前啦，可能三十年前啦，咪記得有個黃貼紙嘅，有一個彎嘴嘅公仔。嗰時嗰啲黃貼紙貼得好盛嘅，嗰個笑口 smiling face 係 smiling face 係黃色嘅。貼得好多嘅，當時喺車又貼，都有貼。而家又幾十年之後又翻丁舊橋喎。首先呢一樣嘢咧，大家都要知道啦。佢唔會係 originally from 香港政府噶啦。係呢、這個咧都係 originally 咧 from 以前嘅港英殖民地政府。1967年之後，舊官僚。舊官僚啦，1967年之後咧，我哋呢一個嘅左派嘅呢一個搞亂社會嘅呢一個嘅，佢當時就真係整咗紅布啊，係嘛？即係啲紅紅。唔好用紅得唔得？我今日有著啲紅色，可唔可以叫赤啊？赤布，赤布好啲。OK， 因為佢想赤化世界嘛。我但我唔可以講紅潮喎、啊。小心。係唔係一個月一個月嚟一次嘅？即係海上嗰啲啊。1967年，嗰啲魚會死嗰啲紅潮啊。一個月嚟一次就死貨。好，1967年呢一個嘅左仔嘅呢一個嘅搞亂香港嘅暴動。嗯。之後嗰陣時有一個叫香港節嘅物體。係啦。就係、是、show 出一個咧，就是、香港政府就好希望成個政府世界社會就和諧，咁同埋亦都希望香港人咧有翻一個歸屬感，即、就、係、是、身份認同，同埋喺個地方裏邊咧開心翻嘅。咁其實今次呢一個嘅 idea 咧，就絕對咧。就係、是、同一個 token 咧，就出發嘅。咁但係好可惜啦，即係特區政府裏邊咧，就最基本缺少咗一樣嘢，就我同你嘅腦袋，同埋我哋做人嘅呢啲嘅智慧，對倫常嘅呢一個嘅認知。你班契弟一個二個都冇倫理之心嘅。香港死咗萬幾人，呢一個嘅武漢肺炎，包括我外母都係因為武漢肺炎走咗。你老炳，大家都做緊白事收緊孝嘅時候，你叫我開 P Hong Kong？你係咪傻噶？特區政府，我走出嚟同你 happy， 咁我屋企死咗嗰件嗰啲嘅老嘢，係嘛？我嗰啲嘅親家死咗，係嘛？咁即係一個二個，大家都去幾次白事。舊年，喂，我哋都未擺低個傷痛，即係一分鐘頭，人哋7749都未搞掂，係嘛？即係續續有人死咗咁多人，三年以嚟呢啲嘅社會運動，我哋仲有幾多朋友剩低喺香港？包括我都離開咗香港咁滯。一圍台12人整呢一個嘅麻雀局，都唔齊人，打邊爐都冇腳，落去跳舞就一個坐4條女，咁你大佬女多過男，女多過男，我點 happy 啊大哥？你冇諗過冇用腦噶？點有個 mood 去開心啊？最基本你令到我個 mood 開心翻先啦。同埋個問題係喺而家呢個 stage 係咪用 happy 呢個字去行頭呢？是即以前我做一啲嘅 campaign 啊，我都有 by faces 嘅。我哋而家咪振作香港，加油香港，又或者我哋即係一條心香港，做咗某一啲嘅成果，然後至去依一個嘅 Happy Hong Kong。大家嗰、那個個 mind 個 mood 啊，冇理由我上一幕戲好似 TVB 拍劇《飛子仔》咁樣。嗱，依個何老總依排咧就係拍你嘅情人啱啱同你分手，拍完你喊苦喊忽嘅呢場戲，俾啲 mood 我嚇 mood OK 唔好。拍完之後，何老總下一幕戲，而家我哋拍。
哇！你中头奖，跟住咧就系升官吓，揸靓车，哇！李嘉诚送大楼俾你，俾住个开心样我哋睇下，我嗰个 emotion 点转啊？太短时间喎，要变脸都变唔切啦，哥。换咗套衫，笠咗个假发，跟住咧就行去另外一边取景。同一日，大佬啊，个 mood 咁变化，点做啊？我哋唔系专业演员嚟噶，大佬，点会得闲同你陪你一齐做呢场戏啊？戆居。仲有啊，你话变脸系即系唔不合时宜啦。尤其是疫情之后咧，即系好多屋企人啊、朋友啊，都仲未过呢个所谓伤痛期，或者系嗰个情绪系啦，都未曾走出呢个低谷。咁你叫人哋强颜欢笑？是真的很有問題。其實我剛才講的做戲就是好像這樣，我們剛剛只在現實生活很不開心，然後跟著你扔一些這樣的小恩小惠，扔兩粒魚蛋一粒蝦餃，是吧？那麼說免費，不是免費請我們看戲，30皮全港的戲院一日裡面，即是大家都可以計得到可以有多少場次，可以招呼一些人，分分鐘是一個月裡面只有幾十萬人，好像開心一下，那香港有700多萬人，現在是而家系去戏院睇戏咩？唔系睇 Netflix 咩？系，好似好旧经济喎。咁啊，有啲老人家或者系平时冇屋企冇 Netflix 嘅低收入人士嘅，咁可能佢哋就觉得咁咪即系有，咁咪即系有阶级歧视咯。唔多唔少都要有啲嘅。哇！你叫嗰啲低收入嗰啲人入戏院，你好似呢啲高收入就去睇 Netflix 啊？Netflix 都唔系话真系好贵嘅，咁但系只不过你系不过唔善用啦，唔善用，同埋佢唔习惯。屋企又有 WiFi 啦，啊，仲有屋企壁夹，系屋企有壁夹啦，咁你又有个大电视啦，咁样咁即系有自己啲享受。看戲都小事，是不是真的吃喝玩樂歌舞升平就是香港人所追求的東西？這個才是價值觀問題。這個就是特區政府那群的狗官和你中共這群的垃圾，過去這麼多年回歸之前的中英談判，到現在97回歸，回歸之後26年，你們這群蛋散是完全不知道香港人要什麼的嘛。他們只是好像他們是覺得我們是一個的口腔期，食物链低层，食份屙少，就是、你满足晒呢啲嘅基本嘅呢个生理欲望，我哋就开心啦。令我谂起我屋企，我细嗰时养嗰啲猪啊，我屋企系猪场嚟噶。系，而家当然俾政府收翻气公我啦。我讲我屋企嘅老家，香港系猪，你特区政府当香港系猪，食饱就瞓，瞓饱就屙。屙完之后，跟住起身，跟住又再又要叫食，即系你直头将香港人独梦动物化到去口腔期，以致到咧系冇脑袋嘅。冇错，虽然我哋唔系诋毁猪，猪其实智慧好高，不过佢连香港人当猪都不如啊。即系你李家超、陈茂波吓、麦美娟吓，同埋你呢个杨润雄，得闲就睇下 National Geography 嗰啲嘅动物。那隻 coyote 咬死了一隻鹿，那隻細鹿都還會在 grief 緊喊緊，係嘛？你 expect 香港經歷過咁多嘅傷痛，突然之間你抌嗰兩粒蝦餃燒賣，我哋就會同你一起去癲。我覺得即係係咪侮辱香港人咧？侮辱香港人呢、啊、如果我係香港人，肯同你一起癲，跟住啊俾你啲訪問好開心啊，政府啊俾啲嘅嘢我哋去玩，你哋真係豬狗都不如。誒，又得罪咗豬同狗啦你！即系连猪狗都不如，冇啊！我将猪同狗嘅地位抬高咗嗰个人，系啊，即系呢啲人连佢哋都不如。真系你谂下，你哋如果走出嚟，哎呀，好开心啊！我可以去美食嘉年华，哎呀，一个嘅维港可以有嘢去玩啊！喂，佢哋就系要你哋唔好再覆桌，唔好再追究佢哋嘅呢啲嘅责任，唔好再追究佢哋防疫嘅不济，累死咗咁多人，然后就跟住你就忘记过去，唔好再追究嗰啲咩警报做出嘅伤痛，唔好再追究元朗点解吓39分钟冇人会去案发现场去阻止呢啲嘅白衣人嘅呢一个嘅施袭，系嘛？唔好再理吓，即系点解吓，即系地铁里边831里边啊，点解有啲时间我哋系完全唔俾我哋嘅医护人员落去救人，跟住之后冇咗啲嘅复有山地铁站。點解有咁多浮屍喺海上面？點解沙嶺裏面有突然之間大量嘅啲不知名人士死咗，要撞喺沙嶺？點解喺呢個柴灣嘅公務員宿舍入邊有條屍體俾人哋喺拱落街？拱落街係跟住有個飛熊拍咗，嗰、那個飛熊據聞又好似話被消失，被消失，傳聞又咁樣。點解咁多呢啲疑團你唔解決？咁而家咧，立法會議員啊，江玉寬就話：我哋要有持續嘅開心先得。都不是持續開心，一定要和解，我要放低個心結。要持續開心，首先個現實是值得開心。第二，真係嗰啲人啊，係認同呢個社會走緊嘅方向先得。第三，我覺得要持續開心，其實一件事就解決。
撤銷國安法，同埋可以俾所有香港人攞翻曬啲 M P F。先搞掂先，國安法先。國安法好難搞，搞啲虛嘅先，咪搞啲實啲先，攞咗錢先，講得都實際。不如咁，如果講話搞唔掂咧，就現金 M P F 攞翻嚟先。冇錯，我開兩個條件，兩個條件。國安法我話以 M P F take the money and run 係你，冇錯。我就話國安法，你咁先有持續嘅開心嘅可能啫喎。攞完國安法撤銷之後，是不是真的開心都不知道的，因為喂你還是君臨天下，中共還是繼續用你的暴政手段來統治香港，將香港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殖民地，是完全是不可能開心下去的。我現在都不是很開心，外面下到很大雨。好在我們這裡有一點遮擋下。這壇事我相信即李家超這些官呢，還有呢有一點要補充呢，他扔2000万出來就想我們開心，你即是走上去好便宜啊，太便宜啊！走上去夜总会，妈咪过嚟，系欧阳生有啲咩事？我今晚要开心，好冇问题。你有啲咩？我哋呢个地方最中意满足你嘅愿望，我要好多嚟，我要好最靓嘅日本温室嗰啲嘅生果嚟做果盘，最靓嘅酒帮我开几支出嚟。哎，冇问题冇问题，欧阳生你话事。咁今日你大概使嘅预算系几多少？2000万。阿保安帮我抬呢个傻佬咗，加多个零都唔得啊你！加多两个零都唔得，咪咯。哇！你咁大上头，然后跟住少少代价，你香港政府你真系你想创你嘅心啊！阿保安，帮我抬佢出去，抬你出去都好俾面你喎，系啊，唔搭你一身，一大场嚟噶，唔会即时打架嗰啲，去打啲咁嘅旺角长老总嘅啫，唔好咁暴力，唔好咁暴力，人哋系斯文人嚟嘅，斯文人嚟嘅大场嚟噶嘛，佢嗰啲系嘛，国际大都会，大场就抬出去，系啦，细场就打。打完之后就踢出去。嗱，香港政府真系即系谂啲咁嘅桥，我觉得真系呢个政府咧，还原到即系150年前香港系渔村时代差唔多。嗰阵时啲人仲开心啊！我钓咗条笋壳上嚟啦，仲系原汁原味，未被三刀啊，未被污染。系啊，执蚬啊，咁好开心嗰人嚟，去罗浮山攞蚝食啊，咁样。系。咁咧呢個持久開心都好難啊！咁嘅短暫開心都唔可望不可即。咁啊，到香港後生仔咧，咁而家就話有45%啊，即係差唔多一半啦。受訪嘅啲後生仔咧，覺得缺乏向上社會向上流動嘅機會。嗯。咁啊，我哋記得我讀書嗰時咧，讀社會學嘅理論啊，教育呢個過程係令到一個人可以係喺社會向上流動。教育是促成了这个流动的机会，一来加大，二来令到更多人受惠。但是现在后生仔很绝望，留在哪里？我很记得以前有一个律政司司长，黄什么龙？黄麒龙是吧？不是，黄仁龙。黄仁龙是黄麒达，是我同学黄仁龙。他老豆在皇后上广场揸住那些叮叮的雪糕车卖雪糕。嗯。而到最后他可以是做到香港的这个律政司司长。香港曾經有個差佬就住依一個中環嘅依一個嘅警察宿舍，但系 end up 佢出咗兩個仔，一個做咗特首，一個做咗依一個嘅警務處處長，係嘛？即係我有好多依啲獅子山下嘅故事喎。咁點解即係喺嗰陣時喺香港裏邊？哇！你唔好諗下，我今日做依個卑微嘅差頭，我兩個仔竟然可以做到香港裏邊最 top 嗰十個人最有權力嘅人，有兩個係我個仔嚟嘅喎。系嘛？我谂唔到，我喺度卖雪糕，卖紧莲花杯，同埋一个红鲜雪条、红豆雪条。我仔竟然在隔篱冇几远嘅高等法院里边做阿 head 嘅。哇！你谂下呢啲古仔几咁励志，几咁说到香港故事？呢个唔系故事嚟嘅，系真实嘅事，真实嘅社会嘅实况嚟嘅。我想问啦，今时今日，如果我将同一番说话，我同你去家访吓，咁啊，你做夏宝龙，我扮李家超。然后跟住我哋个劏房户，有个劏房嘅人喺度，然后你同佢讲：你今天受苦，我们了解，但是我告诉你，你今天得不到的，你儿子明天都会得到。你估你嗰个人咁啊？阿婵，你帮我攞啲热粥嚟淋鸠佢。夏宝龙咪变咗夏宝叔？你会个劏房户会攞嘢淋你啊？真系你睇唔到啊！我真的看不到，你明白嗎？即是那個 future， 人家可能以前黃仁龍是看得到，哇，我怎樣給心機
读书，考会考 A level， 然后跟住入香港大学，跟住入 law firm， 一步一步做上去，我睇到条路啊嘛。董建华讲俾你知啦，中国好，香港好，系。而家中国唔好，香港咪唔好咯，讲晒啦。所以仲有啲咩上流机会啫？下流都冇啊。唔系，我就系记得以前中国好，香港就唔系几好。总之中国唔好，我哋香港就好好，即系我哋黐住英国嗰阵时系嘛，即系总之中国一唔掂，我哋香港就发达腾飞系嘛，即系一定要系咁食香港条水就一定要中国唔掂噶嘛。咁但系你而家你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咁你讲得啱啦。咁我哋边有得发围咧？我哋以前食四方饭，有好多人会嚟到，就算卖铲嗰个 orange very pretty very pretty good 都唔识用啊 ，very good very good 或者系咁样去做 four dollar four dollar one dozen one dozen， 喂。基本的英語都吃，你而家你睇下個英文水平又下降，大陸有些地方不夠英文添喎。係啊，咁我哋又同外國又越嚟越接軌，依頭就嗱孖叉人哋嘅老母，邀佢老母共進餐，嗰頭又叫人説好香港故事，派啲人出去叫人哋嚟投資，你都精神分裂嘅，冇錯，係咪啊？咁人哋點會理你啊？其實鄧小平都講過啦。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凡系黐住美国嘅咧都发达，凡系反对美国同美国作对嘅咧都系穷过农民，系穷过只蚊，穷过咩特种警卫？咪咯，嗱啲讲晒啦，香港而家就同美国同大陆一样，经常讲反美说话，而家啲官员咧，就算俾美国制裁都不以为意啊，都当制裁系冇件事。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同世界对着干啊，甚至冇即系再简单啲落去撇开晒政治唔讲啊。你香港在我僆仔的時期，零售業旺盛，旅遊業世界各地的人都會嚟。OK， 咁我哋讀唔同嘅範疇嘅依啲嘅項目，甚至無有啲係我哋中三都搞唔掂啦，中三淘汰試都淘汰咗出去啦，就走去做學徒，去做學師仔，做廚房，做剪頭髮，做裁縫，入嗰啲工業學院，學院都好下。喂，但係你諗下剪頭髮。一樣可以做好多人才，娶到名模，係啊！喂，你做洗頭仔都娶到名模喎、啊，做廚師嗰啲都好，好多搞上市公司主席喎、啊，係啊，係咪啊？係嘛？即係跟住去做拍電影，話俾人哋搭到山魚咁樣，國際巨星喎、啊。喂，每一個範疇，每一個嘅行業都可以殺出一片天。今時今日啊，香港死剩，唔好講製造業添啊，死剩嘅金融地產。而家都奄奄一息咁滯，服務業都瓜柴啦。服務業又瓜柴，又請唔到人。係啊，係嘛？咁你根本喺個揸方向嘅人裏邊，究竟香港行條咩嘅路？你淨係同我答國家安全，就揸一條路咯。國家安全路，就是、全香港揸條街叫做國家安全道啊。咁你淨係得國家安全，而家連國家安全你有喎，依個國安法之後，外資唔嚟，遊客唔嚟。而香港的技術人才、資金大媽撒，香港的大媽撒跌了三成，全世界而家排第七富豪有最多的國家。嗯，咁就講曬俾大家聽噶啦。咁我根本看不到條路。呢些年輕人有依一個嘅調查出咗嚟，係好合順理成章的是封死了年輕人的路啊，因為咧而家就要不斷係。即係入去大灣區啊，向北望啊，即係以中國作為香港嘅前途咧，就死梗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呢啲青年人啊，我覺得佢今次訪問咧都係七百幾人啫，就理論上就 sample 就細嘅。通常咧，一個 sample base 所做過一個嘅study 咧，過千宗啲人咧就基本上咧就係都好有代表性啫嘛。不過唔係都睇到個趨勢啊，其實唔使調查都知㗎啦。呢啲真係揾錢使嘅。不過你頭先講。以前那個黃色點點一個 U 的 smiling face， 我很多朋友翻完去香港，佢依個樣貌、依個笑面在香港很難揾，揾到的就是一啲嘅淚氣、一啲嘅焦慮、一啲嘅抱怨嚇、依啲嘅唔開心嘅嘢。咁啊，特區政府係當然唔明白，亦都冇辦法帶出啲人走出依一個陰霾啦。佢哋係唔能夠解破或者破解呢一個深層次矛盾。係啊，亦佢。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矛盾的来源嘛，所以他们政府就是矛盾来源嘛，可以做的就是不停要赶你的人走，然后跟着新的人下来，那那些就是 一直都是做开猪底的，那他们不是小恩小惠啊，派啊，你到这里有升呢感觉添，来到香港，宾至如归啊，有屋住啊，有钱收啊，系，同埋個福利都好似好過大陸喎。而家講老人家嗰方面係嘛？係啊，咁所以佢哋一定係朝住依一個方向。舊嘅香港人，你哋嗰啲嘅傷痛啊，你哋啲嘅悲哀啊，係冇人會幫你解開，只有你自己要再殺出一片天，你只可以諗得到依一樣嘢。
都幾悲觀，唔好話就後生仔悲觀。我唔會咁悲觀嘅。唔係，我意思即係話整體香港基本就未脱離到一個即係、就是、被統治，由英國人就轉做中共咧，脱離到未俾人統治呢種咁樣嘅壓抑感。第二咧就香港人冇任何嘅所謂港人治港也好，或者係自己決定命運嘅機會咧，就永遠都唔會開心啊！依一樣嘢有自強不息嘅心態啦，係嘛？將上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世界唔會人哋幫你打咗個天下翻嚟，又交俾你自己去温嘅。只有多嘢自己唔爭取咧，就好難搞。不過而家點打啫？一打就變咗國安，一打就變咗國安。唔使太擔心，大家做多啲好事，係嘛？每日都係祈下土，咁啊，即係我相信咧。當一些人日日喺度拍鴉片啊、飲酒啊、食大煙啊、滾女啊、賭錢輸身家啊，好快唔爆散嘅。係有心嘅人咧，好快唔爆散嘅。我知真香港人咧，念念不忘就必有回響嘅，即係唔好放棄嘅信念。啊，為善嘅信念啊，唔係為惡，唔係作惡。同埋海外嘅香港人亦都唔好即係，可以脱離苦海，好開心，再吃喝玩樂，跌翻落呢一個口腔期，早俾心機啲做人，積聚錢財。香港咧，將來有啲咩嘅突變啊？好靠我哋喺海外嘅人咧，翻去咧就重建香港嘅。又唔係話完全靠曬海外嘅，海外當然係一個助力，但最主體嘅就係香港人本身仍然需要堅持佢哋自己嘅初心啊。呢個初心當然唔係中共嘅初心，個初衷就係要光復香港呢樣東西。呢樣東西而家係我哋禮崩樂壞得好緊要。冇錯，而家唔去救翻佢咧，就以後唔會有前途嘅。好，我哋講埋加拿大個新。加拿大咧就多倫多市長咧，6月就會選，依個係補選。你知道多倫多市長莊德利咧，就因為婚外情就辭職啦。咁啊，而家就補選啊，咁啊50人啊報名，咁啊其中排頭位嘅候選人係華人。其實簡單啲講係香港人，因為香港大嘅移民，13歲過嚟呢個加拿大嘅。咁啊，周志偉識講廣東話，好流利添。咁啊，佢係之前嘅依一個嘅嫁咗個鬼頭嘅，應該係嘛？嗰個係聯邦新民主黨當時嘅黨領，叫做 Jack Layton 林頓。啊，咁啊，林頓因為患癌咧，就喺10多年前就死咗啦。咁啊，阿周志偉，我喺住多倫多嗰時候，我都識佢嘅。佢都好似爭過 cancer 嘅喎。係醫好咗，醫好咗啦，係啦。咁所以佢其實喺support 一啲嘅 cancer 嘅分裏邊咧，佢都不遺餘力嘅，做咗好多嘢。係咁啊，亦都係 Wilson 嘅依一個嘅客席嘅依一個教授啦。係啊，佢係高學識嘅。係啊，佢係做過市議員啦，就十分之活躍喺政壇上。係當然都係屬於新民主黨個系統啦。咁就嗰啲丐幫嚟嘅。都唔係話丐幫，唔好話你丐幫，佢都係。比較重視，弱勢社群的福利啊！咁呢個就係加拿大呢個國家咧，呢啲政黨係有佢自己一個位置。不過總體嚟講咧，加拿大100多年歷史入邊咧，係新民主黨從來都未做過聯邦嘅總理嘅。咁啊，其實咧，佢有佢存在嘅價值嘅。因為咧，如果當個鐘擺得太兩邊嘅時候咧，咁你起碼有一啲都係為翻啲人民啊，爭取福利啊，咁有即係攞嚟做平衡用啊，平衡用啦。咁同埋個問題係唔會執埋一邊啦，係嘛？即係有啲多元聲音啲，多元聲音啲啦。咁但係我一樣嘢擔心嘅啫，我睇過佢一啲嘅講話講嘢都得體嘅，咁起碼個presentation 啊，各方面咧，俾我喂人哋從政好耐喎，俾我哋個 Vancouver 個市長咧，可唔可以俾多啲 credit 啊？你好似好低評價，好低喎、啊！我真係好擔心㗎，我有一個見到啲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我就好擔心佢哋同某一個國家啲人過往重甚，好擔心㗎。你都話你都講佢係香港人嚟㗎，咁啊就佢同香港個關係，我哋而家喂温哥華個市長都同香港有啲拉楞嘅，但係你而家睇佢做啲嘢亂 Q 咁嚟。係，但係都要移中流程啦。佢啱啱上任啫，加拿大即係多倫多咪温哥華嘅市長。咁啊，呢一個周志偉咧，佢今次角逐咧就係佢民望就好似幾睇好，係、okay 有23%，其他排第二嗰個都係19%啫。咁就似乎表面睇好似機會大啲喎。如果佢都做埋依個市長。咁我希望嗰啲明報加西版加東版啊，星島加東，星島做冇咗，有網上有嘅，網上有啊。咁你就唔好成日都話温哥華好歧視華人啦、啊。兩個最大嘅城市，如果將來都一切都係華人做市長嘅時候，希望你哋啲頭條啊，嚇嗰啲嘅報導啊，唔好講話咩華人俾人針對啊。到時候我估計西人嘅媒體話，我哋西人受到歧視啊。即係你諗下，可唔可以唔好再用呢支賣啲咁嘅，因為冇呢一樣嘢存在啊。同埋呢種係
永遠受害人心態是絕對不要得的。咁啊，即係當然要睇睇啦，我就即係要再觀察，係嘛？即係究竟佢會都睇真啲嘅政綱，真啲嘅政綱係嘛？會唔會同中國有啲拉楞？嗱，依一個加拿大嘅温哥華嘅沈冠傑咧，就有過去就出席咗好多啲咩僑團嘅社會嘅團拜啊，文化節啊，嗰啲全部都係中國背後啲代理人嗰啲嘅團體咧，就出席得到好多啊。咁啲有根有強啊，冇話底位嘅。即係出席得多，你唔表示佢親嘅。我都有參加嘅採訪啊。咁工作，我工作，佢都可以係工作㗎。佢嘅lobbying， 佢反遊說都得㗎。所以咧參加得多，唔表示佢親中嘅或者親共嘅。不過真係要睇佢政績，同埋睇佢咧，即係唔係有啲。委任啊，是不是有些的建設啊，或者是對於城市的規劃呢，是有利於中共的，那個就是最關鍵的，這個東西。沒錯，這些是最重要的，就不要說，黃種人，或者亞洲人，或者中國人，香港人，即刻要瘋狂投票給他，這些是最重要的，因為你們在一個地方裡面，你不是這個城市裡面唯一的 stakeholders， 還有印度人呢，沒錯，菲律賓人呢，黑人呢，一个城市的市长服务的不是单一族裔的嘛，没错，是所有加拿大人来的嘛，在住你城市里面，所以呢都是哪个族裔 的候选人做了市长呢，都不应该视为他是为那个族裔服务。不过我看他那个政治的他老公的 legacy 啦，的遗产啦，是吧，加上他做了这么久啦，也都是一个学者啦。幾好㗎，即係 Nathan 個民望十分之高㗎，只不過即係唔好彩患癌啫。生 cancer 康復嘅一個嘅奮鬥嘅故事啦，其實整體嗰個嘅 portfolio 咧係幾靚嘅，係即係好 impressive 嘅，即係你要 beat 低一個咁嘅 candidate 咧，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嚟嘅。冇錯，同埋佢幾級政府個參政咧，真係講起上嚟都過三十年啦，這個周志偉，咁啊真係。老兵嚟噶啦，如果能夠再上一層樓，做埋多倫多市長咧，就係華人真係希望能夠真係使到我哋，即係唔係嚟到呢度咧就享福利，我哋真係投入呢個國家去做服務人群。我記得即係你讀聖經都知啦，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係啊，係要服務，以服務人生，以服務人群為目的。你知唔知點解我留咗咁長嘅頭髮？點解？我可以幫人洗腳。你学耶稣啊？得啦，我做唔到。我不洗头啫，唔洗发洗头得唔得？做洗头仔。洗头仔以前都揾到好多名模搞掂噶，你唔好笑人咧。头先讲翻嗰啲，我冇笑啊，我冇笑，我只不过睇下你会唔会由头到脚都捞埋。好多明星嗰啲真系俾啲发型师 dab 咗啊，真系。哇！你睇呢啲噶？真系我真人生里面你有咁专业噶？你嗰角度。边个帮嗰啲嘅 target audience 啫嘛？我系食粉咩噶咋？唉，真系惨啊！帮你做嘢嗱，我哋今日讲笑讲到呢度，不过咧，我哋今日嗰啲嘢唔系讲笑，我哋好严肃嘅，中间插科打诨咧，纯粹为咗想打消呢啲咁灰暗嘅天气嘅局限啫。好多谢各位收看，记住揿个 like share 出去，听日再倾过，好，拜拜。